我定会胜出一局。而孟毅和皇甫贤弟的功法，无惧那两个宗门的弟子，定能战胜任何对手。本公主要你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杀了。不，本公主要他受尽百般折磨，再使他小命。我喜欢上一个人，可是神魂相公跟他有血海深仇，我该如何是好？你快帮我想想办法。公主，你先别急，老奴一定帮你。好感一战，既然你非要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我倒想看看你得到的武魂血脉究竟有多强。毁灭神瞳，他是混沌至尊的人。就怕你的拳头不够硬。王三渊，王三渊，武神血脉不过如此，去死吧！拼了！天子必定难逃一死，没什么。不论任何事，都有我在，你不必有心。